谈得怎么样？卡能退吗？你们两个什么表情啊？干嘛不说话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说清楚，做闺蜜的只能帮到这儿了。希望我家阿直啊，成功的抱得美人归。拿你那份老菜单来。先生，这里只有这一份菜单。我要你们老板十几年前的保留菜单，你去问问他，他一定知道。嗯，好。谢谢。是这样，我小时候啊，就来这家餐厅吃饭。当时他们的老板不但在后面做饭，还在前面接待客人。我记得那年是我8岁的时候。算了，小直，我们吃饭。我不吃饭，我不要吃饭。喂，就算爸不能陪你过生日，不能委屈自己的小肚子呀。我们吃饭啊。小七菜来了，快点吃完吧。谢谢啊。这个小汽车好漂亮，你想先从哪里吃起呢？我要把它的侧屁股吃了。好久没做了，希望还能让您找回当年的味道。哎，谢谢。看起来好好吃啊。我现在想我妈妈了，也只能来这儿吃一顿红烧肉了。您来尝尝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这家店有一个传统，他们会为来过纪念日的客人们拍一张照片，然后挂在墙上。那有你们的照片吗？那天他告诉我，以后每一个生日他都要陪我来这儿过。可是从那以后，所有生日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我跟你说这些呢，并不是想博取你的同情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并不是只有你的世界过得很复杂，你的世界我也可以读懂，甚至